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学徒参考经文。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一句关于师父和学徒的老话这样说：我做你看，我做你帮，你做我帮，你做我看。耶稣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训练他的门徒的，而他们也把从耶稣那里学到的传递给其他人。学徒承诺跟从师父学习，取得经验后，他们便可以教导传授其他人了。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勉励提摩太当谨记他曾受过的训练，并且传授给可靠的人，好叫他们也可以去教导其他人。因着他的恩典，神希望在基督里与我们建立关系，以他的圣灵充满我们，指教我们当怎样过丰盛的生命，好让我们能把这一切与别人分享。神希望我们做他的学徒。鲁易斯的著作《地狱来鸿》中有一个具有冲击力的场景，最能阐明这个看法。这本不寻常的书是从一个恶魔的视角来讲述的。恶魔尝试分析神对人类的伟大计划。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所有关于神爱人和他们拥有完全的自由侍奉神的说法，并不只是宣传手段而已，它乃是惊人的真理。神其实真的希望这个宇宙充满了无数惹人讨厌像他自己的小型复制品。这些活在微观世界中的生物本质上和他相似，因为他们的意志可以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旨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为我们树立如何真实生活的榜样，求你叫我们成为你能使用的学徒，好叫我们能与人分享如何经历与你共享的丰盛生命。阿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